爱中文是文藻外语大学华语中心教师团队因应全球中文学习者日趋增加，以生活沟通培养跨文化沟通能力为目标，使用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架构 CEFR， 选用国教院华语教学标准中每百万口语字频里头比较高比例的词汇以及语法。当然我们也顺应了目前数位学习的趋势所编写录制的一套初级华语数位教材，教材的名称是爱中文，也就是希望你从对中文的好奇，你想要学华语到爱上华语。本教材的特色是每一课我们分为了有对话、有生词、语法、练习以及文化，一共就是五个环节。我们非常注重词汇还有语法的复现率，在对话、生词以及语法当中，我们就会以不一样的面貌出现，来加深学习者的印象。课文是以三个人对话的形式呈现，每一课大约有12个句子，那么生动的句子把它串联成了对话，导引你进入那个情境，也方便角色扮演。每一课的总字数大概是200个字上下，每一课大约有30个生词左右，那么不多，所以学起来就不会有负担。词汇的扩展是以问答的方式练习，可以增添很多的乐趣。语法是以基本的句型配合原创有温度的手绘的漫画，直白了解语法的重点，有效学习。在练习的篇章当中，更有不同层次的互动，可以确实地掌握你的华语能力。文化角落中，在文化的角落里面补充相关的文化知识，让学习者对中华文化有进一步的认识。中文不难，难在开始，从无到有，从不会到会，只是要靠你的动力。接下来从会一点点到会很多，是要看你的决心。你会说了很多以后，就是要让自己说得很好啊，这个就是要看你的毅力。让我们一起来探索中华文化之美吧。